阿爷话狗摆响省城，广府人好鍾意上茶楼。响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期，阿爷话已经有大大小小成400多间，可以分成3种等级。第一种叫做茶楼，果栋房屋要有2层以上至够资格。室外啦室内用晒红当当、碧绿啦金黄色，画满山水、雀仔、树木图画，整洁雅致。饮茶茶价以最高果层最雅丽，事关越高越静，兼夹风景靓，最凉爽。由伙计轮流托住点心叫卖，叉烧包、春卷、虾饺、烧卖、鲜竹卷、马拉糕。第二种叫茶室，窿中都系2层楼。屌那声，咁啦茶楼有乜撚嘢分别？茶楼楼下都做生意，茶室楼下唔饮得茶，通常系饼铺。楼上至饮茶食点心，政客啦学者帮衬多。一跨过门槛就直上楼梯，楼上挂住靓木或者玻璃招牌，好似五月花、白金龙、菊苑、绿苑、梅苑、逸山、中华。佢哋点心比茶楼精致好多。省城有所谓一星期尾点，就系去茶室啦。第三种系的草根阶层茶馆，因为茶价每位窿中2厘钱，所以俗称做二厘馆。入边台已乱七八糟，主要供应水饺、粉面、腊埋烧卖为主。香港果的二厘馆就主要供应甜包、咸包、虾饺。